介绍一下现在在哪里？现在在福州演唱会场馆。你演唱会之前有一定要吃或者一定要做的事情吗？喝杯红牛。这场造型当中你最喜欢哪一个？肯定开场最帅。巡演第二站跟第一站现在心情有什么不一样吗？第一站特别紧张。我紧张。紧张？我每次上台之前都紧张。第二站有点紧张。那往后就越来越不紧张了。对，加油。如果你上台紧张的话会做什么？没办法，调整心态，尽量记住歌词。有哪个舞台是你希望粉丝特别留意的吗？那肯定是有我的每一个舞台都要留意。在舞台上面什么瞬间你会最嗨？什么瞬间最嗨的话，我鞋太滑了，不好意思。就是不想跟阿三掰了，我要掰了阿三肯定绝对把我给秒了，你知道吗？上次蛋蛋姐送了我一条毛巾，今天我给蛋蛋准备了一个蓝色的口红。评价一下吸泡泡队员们的舞台吧。舞台肯定比街舞那之前更炸呀。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花样在演唱会上。嗯，很期待，很期待。上台前拍一张自拍吧。不拍。OK， 采访结束，我上厕所去了。第二期，我第一次当采访人啊。口红掉了，下一首歌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